今次要介绍位于荃湾的 D Park 里面的美食街，今次的主题呢是日本。入場之前，我哋要填紙仔或者嘟一嘟二維碼。入面大概咧有14间鋪頭左右嘅，咁開頭嗰一兩間咧都係以飲品為主。之後就有啲形形色色嘅小食店啦。